了很久了。这期间很多人也都在问我，对吧？尤其是六月底到最近，就是很多人都在问，就是都没有给他们正确的答案，对。也有听国外的球探，还是国外的球队的人员说，今年很难开打，所以那时候其实蛮早就说，因为。他们疫情也比较严重一点，对吧？我就有想说过，不然先有一个稳定的球技。对，我可以了解疫情的严重性，但是很多这么晚开打的呀，然后再加上最后不知道怎么做决定，就比较困扰我们的。对，因为有时候练球但是蛮没有目标的，也不知道练什么。因为每天一直除了练习，然后都不能比赛，每天是这样，感觉像回到之前开刀复健这样。对，就是不能比赛，然后就是只有一直丢球训练。其实这些人私底下也有跟身边的朋友，就是渐渐去讨论，有时候都会觉得说，因为看蛮多之前的学长，就有时候觉得回来以后可能再出去这样，对，然后也希望自己可以做好这个决定，就把自己做好吧。然后因为你一定要在这个联盟成为最好，你才有办法再回去这样，对。